啊，我从物业赶回来，我就想跟您说这事儿啊啊！现在我爸一个人在家呢。你爸又单身了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我爸不是跟我金姨俩人在一起生活吗？啊，完了呢，我金姨呢就有点像我妈一样的，对吧？就掌管全局。完，我爸每次回来买完东西呢，我金姨就跟他对账啊啊，他买完了就对，买完了就对，嗯，对着对着呢，我爸就有点不高兴了，就老跟我金姨这么犯嘀。啊，完了，我金姨就想了个办法。啥办法？让你爸做仙人球了。你就认识仙人球啊？没有没有，金姨没这样。金姨想了个招，想着跟我爸俩人一起出去旅游一下，散散心，缓解一下尴尬的关系。啊，完了以后呢，我爸说啥？说不去。哟，金姨还是很温柔的，你爱去不去。咋的？你爸不愿意去是咋的？我爸咋不愿意去呀？啊。我爸嘛，那就是玩一个矜持嘛。你听见没？一说他爸，这捅上词了，还矜持。啥叫矜持？就是装。爸，你还别说，你这词儿整得挺准。爸，你怎么整词整这么准呢？他跟我装一辈子了，他都。我就装了，我就这辈子跟你装，下辈子我还装，我就是装。我小名就叫装的祖宗。哎呀，还屁呢？装吧，装吧，接着装。妈妈。先别说你俩的事儿呢，现在关键是我爸的事儿啊。你说我爸一个人在家呀，难受啊。啊，他又想我金姨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我怕他憋出病来啊。我就想把他接到咱家来。啊，完了，我爸一会儿就到。您二位没啥意见吧？哎呀，还有啥意见呢？叫他来，叫他来。哎，谢谢爸。我跟你说，刚子，哎，我们家你爸随便来，对，干啥都行。谢谢爸。就是有一样啊。你不准让他带那鸡来。为啥呀？为啥打你爸娶了这个开养鸡场的金鸡，三天两头往我们家送鸡呀、啊、整的我家吃的饭上顿鸡下顿鸡，吃的你妈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打呼噜了啊，直接改打鸣了。你才打鸣呢。我爸爸来了。一会儿热情点啊。哎呦，爸，哎，爸，亲家，哎呀，都在呢。哎呀，这，哎爸，哎呀，爸，你这养的鸡真欢腾。哎，亲家，你进来行，你把这二位留门外头去。哎呀，这两只鸡不是拿来让你们吃的。这干嘛？这是我现在的心肝宝贝，我的宠物，它叫金凤。啊啊，代表金鸡。啊、这公鸡这脑袋毛都掉没了。它叫秃鹰，代表着我。哦，你还别说，什么人养什么鸟，什么爸爸养什么鸡。秃鹰啊，秃鹰，你看你多幸福啊！还有金凤陪着你，再瞅瞅我，哎，爸，你又想我金姨了？什么话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爸还作诗了。是他做的啊，他这还是装。什么叫装啊？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究。这啥意思啊？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。哎呀，亲家，咱别给他作诗了，快点坐。是，坐点。爸，你坐这儿吧。啊，来，爸，您把这鸡给我，我一会儿给您放屋里屋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脾气大呀！坐这儿，我倒水去，亲家啊！哎，等着。爸，你来干啥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？你过去劝劝我爸。哎呦，不行，你爸那么能装，我整不过他。他装不过你，你比他能装。爸，你自信点，你是装的祖宗，他装不过祖宗。那我就跟他装一回。你自信，祖宗上。亲家啊，我听说他金姨要带你出去旅游，你说不去啊？我就不去，他说去我就去啊。那你是不爱去啊？爱去也不能去啊。你这不就是装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对不起啊，亲家，我抢个红包。哎呀，亲家，喝水，哎哎哎，新沏的茶水啊。好嘞。老范呢？啊，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哎，还给你吧。哎。爸，你喝。太不像话了。
老伴儿，你干啥呀？我这一天好了，我等一天了，我抢20块钱红包，你给转你那是干啥呀？我说你吹胡子瞪眼，你干啥呢？我不就20块钱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我是想啊，等你再出去买东西，我好搁他给你结账。结账我自己不会结，我用你帮我结呀？哎呀，那也不至于急眼呐。到饭头啊，你想吃啥我给你做。你想穿啥我给你买，你说你兜里还留钱干啥？不是你这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就抢20块钱你都给整的，你这也太狠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亲家赶这儿，我给你留面子了，你知道不？我不也给你留面子了？你给我留什么面子了你啊？不是，你还想咋的呀？咋的呀？你说咋的？你说咋地就咋地、啊、我跟你说，等亲家走了的，我不能轻饶了你。我也不，我就等着等着、嗯嗯、爸，此情此景您作何感想？作何感想啊？赶紧拉架呀。不行爸，我拉不动，必须您老人家上。好来啊，你把你岳母拉开。哎哎，妈，老范，过来，别顶了。这大老爷们跟媳妇吵什么呀？他不讲理，跟女人讲什么理啊？那媳妇跟你说事儿讲理，其实他并不是跟你掰扯谁对谁错，那是跟你撒娇犯矫情。你大爷得讲理。老范头，趁着亲家在这儿，今天把你的手机、什么支付宝、什么卡都给我拿出来，坐这儿，我检查。那个妈，你看你。还有你，大米粒走前说了，也让我检查你的，拿出来。好，您放下来啊，您查吧。没点规矩不行。你们家这是什么程序？没事，这是属于例行检查啊。主要是重点查一下小金库，防止我们把零钱凑成整钱。爸，此情此景您作何感想？作何感想啊、嗯、儿子，你在这个家心可越来越大了。亲家母，我跟你说两句啊。你说啥说呀？你们男人咋都这样呢？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啊？我是妇女之友啊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你的家风不错啊，啊，这就叫防患于未然。不识老米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家中。哎，老范不懂你心扉，就好像白天不知道夜的黑。哎呀，亲家呀，可下有你这么一个懂我的人呢。你看是不是？溜啊！太过分了啊！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我说你的，进来，过来，啥意思？亲家母说的多好啊！你想吃什么给你做什么，你想买什么给你买什么，你还要钱干什么？这管的也有点太严了吧？管的严，那不是让你生活有节制吗？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？家里有人管着，那多幸福啊！那就是爱的呵护啊！你看看我啊，你们在我面前弄这个，这不是戳我的心吗？这不是啊！爸，没您别难受，爸，气死我！您坐这儿，那个，爸妈，你们别这么秀恩爱行不行？你说，你看你把我爸爸刺激的心都坏了。你啊、孩子，哎，对不起，啊、刚才我没感受到你爸的感受。没事。哎，亲家，对不住了啊！哎呀，其实我也不想跟他吵，那个啥，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，正好你们爷俩唠唠嗑。行，老范，走，咱俩溜达溜达去，走。不去，装，这就是装，这跟我犯的是一个毛病。前两天我们家金鸡让我跟他出去玩去，呵，我装不去，结果人家一人走了，把我一人撂家了，茶不思饭不想，闭上眼睛就是金鸡。我现在算明白一个道理啊。男人别跟女人装，一装自己就受伤。啊，夕阳满天红霞，盼你快点回家，听你天天训话，美得我是四仰八叉。爸，您把腿放下吧，挺累的。爸，您说的对，
其实我觉得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，是不是？跟比如说跟自己的妻子说声对不起啊，道个歉，赔个不是什么的。爸，其实咱不丢人，是不？老范呐，你过来。今天呐，我对你有点过分了，你要是有意见你就提出来，我改好不？你最好别改，你领丁一改，我怕我接受不了。老伴儿，我这回明白了，一个男人有人管着，也是一种幸福。老伴儿，哎呦，哎，不是，爸，人家拥抱，您在这忙活什么呢？节约着点好不好啊？考虑一下我在这儿的感受行不行？爸妈，你俩松开行不？你看你们把我爸刺激的。爸，你别难受。爸，这样你要实在是忍不住，你就抱抱我得了。啊，我给金怡来微信了啊！啊，说啥了？哎呦呦，起猛了，头着急，眼睛花了。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我来念，我来念。亲爱的老赵，嗯。我想你了，哎呦，我在风景如画的地方等着你，你来吗？亲家，他想你了。语音微信，哎哎，不去，啥时候你还装啊？我话没说完呢，不去不去，我是傻子。爸，你能不能说话连着说？你看你刚才光说两个字不去，我就给发出去了。爸。哎爸，哎呀呀，哎呀，爸，我逗你呢，我没发呢，还看爹呀你，金姨呀，我爸想你呀，我去，有爱就有幸福。对。